哎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区里的房子，联排别墅，30几万，在西南区，一样三房两个半浴，或者是三房两个浴，然后你能有两车库这种联排别墅哈。小区的公园和这个坐着的地方都有，那面样板房当然华丽漂亮。我这边今天重点推一个新房哈，这个房子呢是它小区里现在 available。而且可以就是说几周内就能完工的啊，要价升级完的价钱是37万5，可以看一下哈，有一个 upgrade 的这个升级全砖就好看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前庭，房子里没有电哈，我们可能车库两车库就不是重点看了哈。一进门楼下的主人房非常的就是说明亮哈，然后 pre-wired 的灯也都在这里面呢，电线 walk-in 的 closet， 主人房的手盆，这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 walk-in shower， 门还没装上，但放心哈，肯定会有的。然后这手边就是它的洗衣房，洗衣机、干衣机。这新房的话特别好，售后百叶窗啊，洗衣机、干衣机都会有的。这头是它的车库了，两车库我就不进去了哈。里面呢还有已经做好了软水器的管道，那我们上楼上看一下。好 ，build 我觉得非常实在哈，整这个做一个 whole house package 升级，7000多，但是你得到所有的电器、百叶窗，包括橱柜，哎呀，都是有 upgrade 和 flooring 哈。如果不升级是地毯的，那这面现在全是瓷砖，你可以看到这个。空间哈是很宽敞的，而且厨房这橱柜不小于一个独立房的，很多呀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阳台，我们阳台用来干嘛哈？用来卖单儿。想象一下哈，我们的沙发、餐桌，然后再往里面走 ，pantry。楼上有两个房间，而且它这个楼上也都是9尺棚顶哦，都是9尺的棚顶。从这个房间卖，就是我们说看出去外面是小区入口那地方，感觉也挺通畅的。OK， 楼上的卫生间，第三个卧房。好嘞，大家如果对这个现房感兴趣哈，请联系我们，375000。那这个价格继续上的话，我们会争取到更好的 deal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联系我们7025962046，谢谢。